明天你们一定要来呀，我一定给你找个肥美肥美的，满足你那个那个。终于有个夜店能让爷嗨一下了。姑娘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还穿成这样？你叫谁呢？谁是姑娘？老子纯爷们儿。你就别瞒我了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我去，那什么脑残古装戏简直就是毁人，这女扮男一眼就能被认出来，那女扮男扮了十级的也真是够拼的。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抓人来了？抓什么人？老子来消费的，懂吗？消费？消费就是花钱，这钱你是赚还是不赚？我懂得啦，您有特殊癖好。癖好不癖好的你就别管了，只要妞水灵，钱也有的是。公子，您里边请。我才想起来，我家还有个病重的老母没有吃饭，我先走了。公子，哇，白娘子，小青姐姐呀，你是嫦娥，小兔兔。敢问姐姐是？要孟姜女哭长城，那长城呢？你们这里也流行玩 cosplay 啊？公子啊，你的重病的老母呢？哎呀，就让她病着吧，滚！小兔子是不喝酒的，但是人家想喝嘛。哎，我喜欢自己掌握主动权。厕所在哪？厕所在哪儿？公子，厕所在那儿呢。啊，小兔子乖，公子慢走啊，慢走。哎，男厕所，
兄弟，你继续啊 ！I'm sorry, sorry, very sorry。哇哇，宝贝儿太爽了！娘娘，您这几天为什么总爱称呼我为宝贝儿啊？宝贝儿呢，就是对自己喜爱的人的昵称，证明你是我在这后宫中最贴心的人。娘娘，您这样说，奴婢好感动啊！你这么漂亮，我不喜欢你，喜欢谁啊？圣宁宫李公公求见。啊！李公公，请。太子妃娘娘，太后在延春殿设宴为太子接风洗尘呢，太后特地让奴才过来请娘娘过去呢。为太子接风洗尘？齐盛回来了。这身衣服真好看。那当然，特别衬你的肤色，我是用了好久的，太子肯定喜欢。哇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做乱花渐欲迷人眼了，不错，真是不错呀。可不是嘛，娘娘，他们呀，有的从3个月之前就开始减肥，还有的呢天天吃木瓜炖猪脚，就指望太子爷在人群中多看他们一眼。黄兰园，胸太大，雷马大的大屁股，王祖贤的大长腿，盖好哟。这个也不错呀。好可爱哦，娘娘！齐盛怎么能把这种货色也留在身边？简直重口味！娘娘，您这怎么了？以前没见您跟他们这么亲密啊！您忘了，上次您还命人责罚王昭旭20大板呢，他到现在都记恨您呢。啊？有这回事？哎呀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几十年后，还不是一起去跳广场舞？再等一会儿吧。妹子，太子驾到！太子来呀！齐盛他竟然对我张开双臂，他这是几个意思？难道啊，求拥抱？这么多人，不抱他，不给面子，抱一下。辛苦了，兄弟。更衣，如此就等不及了。太子，娘娘，太子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要更衣啊？奴婢刚准备说，您就抱上去了。
谢谢。娘娘，嗯，跪着，跪着。来，喝酒。不。天气变暖，冰山脸遇到和煦的春风，开始融化了。不过是在皇祖母面前演戏罢了，何必如此认真呢？胜儿，看来这次江北的反省还是不错的，看到你和鹏鹏相处融洽，我就放心了，家事安稳才能治理好天下，这个道理你懂吧？皇祖母教训的极是。来，赵王，你这顶绿帽子，无论从款式还是花色，都做得极为精细。这是宫里哪位能工巧匠做的呀？回太后的话，此顶绿帽子是选用西域的上等绢绸，特意请江南的裁缝做的。不错，回头让这位裁缝给你三弟也做一顶。好的，将来赵王那绿帽子找人做好了，你可千万别戴。何出此言？所谓人间不拆，具体原因你也不要管那么多了。总之，那绿帽子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为何总是胡言乱语？好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哀家要回去护理皮肤了。恭送太后。哎呦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们这对狗男女在做什么呢？你们就是这样欺负赵王的吗？哎呀，别人媳妇的事儿我是再也不想管了，齐胜我更是管不着了。九王驾到。九王啊，私底下和齐胜关系如何？见面就掐。我上次出宫不小心撞见九王了。三哥，从江北回圣都路途辛苦，我敬你一杯，当作是给你接风了。
三嫂。三嫂素来性情豪爽，酒量更是不在话下，可否给本王一个面子，和本王干上一杯？啊，不就是一杯酒吗？放下。就一杯酒，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。来人，给我和九王拿酒碗来，再来五坛酒。是。九弟，你三嫂虽是性情中人，可毕竟还是女流之辈，厅堂之内与男人对饮，毕竟有伤大雅，不如我替你三嫂干了吧。九弟，你也干了吧。你现在是后者，里边有鬼。你到底什么鬼？这的确不是男厕，看来这次是我走错了。哎，算了算了。针对这两次厕所惊魂事件，就当我们达成了友好合作共识，以后这事儿就当没有发生过，我也算报了你的救命之恩了。三嫂尽管放心，不过本王实在是不解，上次为何会在青楼那种地方遇见你呀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种地方？有些公事啊，迫不得已才在那种地方商榷的，并非你所想的那样。你说的好有道理啊，我竟无言以对。那日杨言也在啊，不信你可以问他。哎呀，行了，我又不关心那个。再说了，男人嘛，去那种地方很正常，我懂的。啊？嗯。丽丽，丽丽。大半夜的约我来这儿，宝贝儿，这大风天的，是要跟我那个那个呀？你丫谁呀？喂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、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的小美女啊？嘘，哎。僵尸，哎呀，这晚上穿一身白，明晃晃的一坨，太吓人，跟小倩一样。哎，那男谁啊？你仔细看清楚啊。原来绿篱把我约出来，不是要跟我约会，是让我过来捉奸。啊，是吧？那日延春殿中。你对姐姐的态度和从前很不相同，你是否对她生了情意？我对她，
我和张鹏鹏是万万不可能的。只是皇祖母在场，我要对她稍作体贴些。那为她挡酒又是为何？只不过是个借口罢了。我只是想借机让九王下不了台。你曾经说过要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你可曾记得？当然。别忘了与我兑现此言。我好冷。我也觉得有些冷，不如我们先回去吧。我不想回去。你不是冷？哎呀，人家姑娘说冷，你就该把外套脱下来给人家披上呀。哎，啊，有桂花糕，要吗？哎，不要，自己吃吧。哎呦我去，宝莲太子殿下，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。亲一个。手。嗯。你先回去吧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如果我说我是来这里看月亮，你信吗？回去禁足。凭什么你可以在这里看星星看月亮，我就要禁足啊？娘娘，我的衣服呢？娘娘，娘娘，别走啊！娘娘，娘娘，我的清白，我的名誉啊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如果红颜并不曾淡薄，这世界有没有传说？身为飞蛾，若是不敢扑火，这宿命凭借什么闯过？